菩提道场第十五，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其本周围五千，游巡之夜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敷荣光辉遍照覆，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聚宝所是珠宝珠金珠林铎周匝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意识无量光颜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珠之夜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书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之成佛道复犹见彼树故或三种意音响忍二柔顺忍三者无生法佛告阿难如是佛插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为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见故究竟愿故。